球的心跳，给一片土地长满了草，只不过一秒，沙发在客厅炫耀格调，年轻人想要每天谈钞票，没完没了。所有人想要楼价飙多高，上涨速度难预料。听好听好，不管哪里老少，成功不是谁的前途，是要脑袋活了。海啸风暴千万不要忘了，有时候大赚，有时会亏了了。你跳我跳，本钱再小，只要用到高度就在你我怀抱。别跑别跑，跑出光就是你了。这个世界已经迟早一定一定是我们的了。哦，我想要再创Shane， 刚才我在电话听不清楚，你说你的住户有什么问题？哦，没有，他提前解约，然后就回去中东了。他就叫他的朋友把钥匙丢给我，然后我都现在不知道屋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样。那你有联络他吗？有啊，我打给他，他又不接我电话，然后我发短信给他，他也不回我，都已经两三个星期了。不好意思啊，要麻烦你陪我走一趟。小事，最重要是我能够帮到你。好，谢谢你啊。我们进去看看。OK。我弄到这么乱的，哎呀，很臭啊！这些食物都过期了。对了，哎呦，如果他这样子的，没有给我弄好，就这样子搬走了。他搬进来之前，我还跟他重新粉刷过，然后整个房子是新的，这个墙纸都没有了。那那个灯呢？怎么灯都帮我拆下来？哎呀，怎么他把我弄得这么乱？哎，你现在生气也没用，不如我们坐下来聊聊。没有办法啊，只能这样子啦，还能怎样子？走吧。哎，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头痛啊！你讲我要怎么办呢？其实我也是有这种问题哦。在几个月前，我也是有一间公寓，警察破门进去捉我的 tenant， 原来他们在里面放了很多的毒品和现款。犯法的哎，对啦，死刑哎，对，结果弄到我很多问题啊，房子拿回来的时候啊，我用很多钱来修理，其实到最后我还是有一位律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还是建议你去找一位律师吧。哦，我认识一个律师 Kristan， 嗯，我想应该我可以去找他一下，然后呢，希望他给我一些 advice 啊，教我要怎么去做。对啊， Kristan 是一个很出名的房地产律师。嗨，轩。哎，你好，来坐。哦，好。嗨，怎么样可以帮到你？哦，就我之前跟你讲的那个问题哦，我的租客呢，他跟我签了两年的租约，然后现在住了十个月就搬走了，那我有办法要追回这个租金吗？基本上，如果你的合约是定了两年的，他十个月就搬走，就剩下十四个月，对吗？那么这十四个月都可以上庭去追讨，那么在追讨的情形之下，一般上你都可以追讨回来，那个是给你一个这个判决，可是在执行追讨的这个活动上可能有点挑战性，因为你的住户是一名外国人嘛，对吧？那么这个外国人在基本上在马来西亚的话就好找，那么在国外的话可能在追讨上就多一点时间，多一点金钱，跟值不值得也是另外一个想法。哎呀，最麻烦的就是他留下很多东西耶，那我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处理方法也是很简单，第一我们就要想说，因为他之前的时候跟你终止那个合约，因为他是属于写 message 给你嘛，对不对？就是根本不是没有一个黑纸白字可以记录下来，所以你第一样东西需要做的就是给他一封书信，因为正式的函件，那么给他说呢，你的东西都在里面，我们现在已经终止了合约，那么你必须十四天里把东西给搬走，你的个人物件给搬走。那么除了这个通知之外，就
根据你的合约里面的地址，也包括 message 也好，也包括 email 也好，这样的给他发出去，给他证明说你真的是有通知他。那么十四天过后呢，如果真的是没有行动，真的是没有人通知你，也没有回复你的任何情形之下，那么你就必须去警局走一趟，那么我们做一个备案，就是说可以报一个案，说我已经通知大家十四天来拿，他不来拿，对吗？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就可以进行去搬了，你也会把你做的那个备案，跟你再给多一封书信，就给这个住户跟他说，今天你不来拿，我就自己去处理了，然后我也就通知了警方在这一方面，我现在搬走了之后，可能我再收多七天，你再不拿的话，我就自行处理。那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都在把证据给处理好，那么下次如果真的是来挑战你说我的个人物件里面呢，为什么你把东西都给丢掉，里面有些什么金条之类的啊，要什么处理呢？那至少你在文件上，在证据上都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那到警局备案了以后呢，我这个房子就可以重新出租了，是吗？那么我在想说，这方面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之前的先完完整整的处理完之后，才可以继续去进行。看来我以后还是要小心的选择我的租户。哦，绝对要小心。我觉得在处理这种租户的问题，最主要的是，马来西亚基本上没有这一个Landlord and Tenant Act。所以而且一般上都是保护住户的，所以在这方面必须在你的住约里面下功夫，不要以为说所有的住约都是标签，都是 standard 的，都是标准的因为因每个情况而异。就比如说我们租给本地人跟租给外国人是有两种做法的，那么我说如果你租给外国人的话，一般上我会要求说多一个担保，甚至说如果他是有雇主的话，你就直接跟雇主签这个合约，而不是跟外国人租这个合约，所以在风险管理上就调得更加的低在这一方面，所以你必须要下功夫。而且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房产投资者，要在房产赚大钱的话，必须在法律上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好的，谢谢你的建议。谢谢。欢迎欢迎。Hello, hi. Hi. 那天我不是有跟你们说过一个短期出租是一种其他的选择了啊？那今天我介绍你两位老板娘这个出租的方式，那因为我赶时间，就由你们带他们去看看好不好？好，好，好。OK, 再见了。Hi, 再见，拜。Hello, hi, 欢迎。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 facility floor, 我们的 daily 的住客如果来住这里，他们可以 enjoy 这些 facility, 这就是 gym, 那边有一个 jacuzzi, 这里就是我们很漂亮的游泳池，全部我们 daily 的住客都可以在这边 enjoy 这些 facility。那大豆林，我知道你是这个房地产专家，我有个问题想问你。那我本身呢有一间房子就是在外坡，已经有五六年了，都租不出去也卖不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点装修，然后就是给人家比较舒服的感觉。可是其实有哎，之前 management 那边呢就是有帮我们出租出去，但是他的装修费呢就要大概20,000-30,000。那我觉得如果我装修了20,000-30,000，那房价就会变得很高，那以后要卖的话就会很难卖。在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呢？像我想问的就是你每一个月的租金，如果你是租出去的话 fully furnished, 你的 expected rent 是多少呢？当然如果我丢了这么多钱，我希望可以就是租金的那个回酬会比较高，可是问题就是因为它租金的回酬其实也不高，就是可能2,000-3,000吧那边。如果是2,000-3,000来说呢，就是通常人家做一个装修，如果你是要比较 safe 的那个 level 呢，其实如果你是想租出去长期，这样你的 rental amount 你乘24个月，那个就是你的 bottom line, 就是 maximum 你可以 spend on 那个 renovation 的数目。这样会比较 safe, 以后你要卖出去也比较容易。所以你的意见就是用最低的价钱，就是把它简单的装修好，对，那可以租出去就租出去，对对对，可以卖的话就可以卖。对，好。可是你装修的话，其实不用太花的这么多钱，然后放比较就是很贵重的东西，就是好看、舒服，还有 look expensive, but actually 在一个 cost。那当然了。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哦，我就是想要 invest 多一间房子，但是我就想要交给外面找来住户人
或者是交给一个 management 来处理？其实如果是你想 invest 的话，第一呢，从你要 invest 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的 target 那些 tenant 是谁。如果你自己想要租出去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遇到很多麻烦，就是每一年你的 tenant 可能会换新的，然后 tenant 那个 contract end 的时候，你是要把房子打理啊，然后 during 那个 contract period 的时候，也是有时候 tenant 会打电话给你，就是这个坏呀那个坏。然后如果是给 daily suite 打理的话，通常我们是跟你签五年，那这个五年里面我们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帮你解决，你也不用去头痛，我们也不会打电话给你，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对，你也不用每一年都给那个 agent fees 啊。对，嗯。短期出租的回酬会比较好，不过每次都会有新的 tenant， 家具被破坏的可能性会比较高。那你们会怎样处理呢？当我们的顾客来住的时候，我们也跟他就是收一个 deposit， 这样 based on 人家的 normal 的 mentality， 就是说他一给了一个 deposit， 他当然要拿回钱了，所以他的破坏性会比较低，不会说就是完全不会，可能这些东西也是通常避免不到，可是有一个 deposit 我们就会避免这些东西了。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有买那个 insurance， 所以当你租给我们的时候，有什么万一他们家具坏了还是有什么，我们也是有担保。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 daily suites 的 target market 啊，我们就是 target 那些 business traveler 啊， corporate client 啊，通常他们都蛮不错，还是蛮缅甸那些 unit 的。好的，谢谢达导，谢谢 Jane， 我们今天学了很多东西，谢谢。We came up with this concept because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hotel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I was very passionate about hospitality as well, and also property investment. So I thought, what would be a good way to actually combine the two aspects into a business? So back then, last year, then my partner Jane actually came up to me and said, hey,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to do the kind of homestay busines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I told her, I said, if you're gonna do it, might as well we do it big. So then we started off by contacting all of our investors, and we are very surprised that we got a lot of support. So we actually came up with a design concept because we want to standardize based on hotel industry standards, but at the same time, 就是给他们有一些比较大的空间，又有就是我们的 hotel industry 的那些服务，所以就成为了 daily suites。其实呢，现在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是打算每一个州都是可能会有两三个 daily suites 的那种 apartment hotel， 所以每一个 building 我们是 target 差不多100到150间。2018年我们是已经有计划去到 Jakarta 来做这个 daily suites。然后过后就是柬埔寨还有越南，然后过后我们就是把整个 group 做成一个 branding， 最希望的就是可以把公司上市。听好听好，不管哪里老少，成功不是谁的钱多，是要脑袋活。